相信很多朋友昨天晚上都看了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单决赛。那么林丹呢，离开赛场8个月之后，可以说是王者归来，击败了自己的老对手李宗伟，获得了世锦赛的五冠王。而且很多朋友看到李宗伟失落的身影之后呢，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：这真是既生丹何生伟呀。8月11号，2013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决赛打响，林丹再一次对阵他的老对手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。决胜局，林丹20-17领先时，不料李宗伟因大腿抽筋无法坚持，选择退赛。最终，林丹成功卫冕男单冠军。不会希望是一个弃权的状态。这时候，林丹是走过了球网，去慰问自己的老对手。林丹和李宗伟无疑是当今世界羽坛最为出色的男单选手，他们之间的交手也被称为邻里大战。在至今32次的交锋中，李宗伟仅仅战胜林丹9次。虽然在赛场上同样叱咤风云，但他碰到林丹却总是甘拜下风，不禁让人感叹既生瑜何生亮。作为世界羽毛球历史唯一的全满贯选手，林丹再次用冠军证明了自己的王者地位。在比赛场边，有一个人全程都在为林丹加油呐喊，他就是林丹的妻子谢杏芳。林丹夺冠后，两人更是忘我当着所有人面大秀恩爱。